你好，这位美女，你可不能这么对待老年人呐！少废话，我可比你岁数大。你好，听我。二宝，你两把子还少？少废话，放了爷爷，放了他爷爷。爷爷又败了，没事还在水温还行。嗯，死完捞着火候呢。爷爷，我也进去，冷静啊！大哥，你真是人才啊！二娃子，你还不投降啊？妖精，论力量我不如大哥，论技能我不如其他哥几个。你是废物啊！我能从一数到十啊！不妨你我就来场智力的风暴。五加六等于几？全军覆没！孩子，你还是去找神兽吧。哪有啊？